嗨，大家好！天儿越来越凉了哈，老年人的关节啊，别管是什么肘关节、肩关节、腰关节、膝关节等等吧哈，哎，就特别容易出现不舒服的感觉，有的甚至会疼。哎呀，恩大姨哈，把那个就是找着了一款这个印度透骨膏，我和老妈妈我都给大家都试验过了啊，我也是试过，我妈也试过，我妈妈那腿。85岁了啊，膝盖疼，哎呀，用这个效果特别特别的好啊，它舒筋活络的效果是真的不错。你看我又买了这么多，这就是给我们兄弟姐妹还有老妈妈备着的啊，谁用谁就拿。我给大家拆开一个看看啊，就是这款印度透骨膏，大家看，进口的原料哈，印度秘方，舒筋活络，这个效果非常的好。这有50克这一瓶啊，大家看一下它的适用范围，用于身体的关节的各个部位。打开给大家看一下，里边是这种粉色的，看了吧哈？你就是哪疼你就抹哪，哪不舒服你就抹哪啊就可以。保质期看2年，如果您颈椎不舒服了，你就抹上那么一点儿，然后。哪儿不舒服你就抹哪儿啊，就抹上。有的人还疼，你就抹上，抹上就行了，就这样就可以了。尤其冬天啊，他不会感觉到热，要夏天一出汗就感觉这儿特别热。冬天天凉不出汗，没有什么感觉，就凉凉的，一会儿就没有什么感觉了。哎，咱们就这样待着吧。待着，你一会儿你就感觉，哎，感觉还真是的啊！刚才还觉得这儿特别不舒服，然后还有疼的啊，现在轻一点了，真的有这种特别快啊！不需要你说，有的咱们就说，哎呀，你得用个10天20天的，你才能出那效果的。不用，你抹上以后，你应该是很快就有体会，你自己去琢磨啊，确实就有变化。你再抹个2次3次的，我觉得那就没有了，就没有了那种感觉了啊！确实是这样的。如果说您抹上那么1两天，您觉得哎呀不行，我抹完以后啊，没有什么那个就说效果吧哈，你就跟客服说把它退回去就可以啊，您也不受损失。我跟大家说，我这脚腕子啊，我前两天跟那个就是来天津跟我拍视频的一个25岁的一个小网友，我们俩都是。自媒体的做自媒体的一起合拍，因为跟他跑来跑去的，又去什么爬楼梯儿啊什么的，我脚腕子可能是给崴了，我这脚腕子就特别的皱巴，哎，就走长路走不了，我就抹了一点这个，我就抹了2次，那个就没有了，就没有了，确实是没有了啊。还有我妈妈也是85岁了，她那膝盖20多年的毛病了啊，一走路天一阴天，她就知道又快下雨了啊，我这膝盖疼了，和天气预报一样。他抹完以后，他跟我说：“哎呀，闺女呀，真得谢谢你呀！我抹完以后，真的走路啊，在屋里去厕所，我也不用拄拐了。老妈那腿真是去哪都得坐轮椅，哎，自己能去厕所了，说真的缓解了我这个疼痛。确实是这样啊。他就抹了2、3次，他就说特别明显啊，这个，所以大家哈，放心去，恩大姨的那个。”橱窗里，或是我的视频下方去下单就可以了啊。如果您觉得不起作用，跟客服联系，给他退掉，好吧？今天的视频分享咱就到这儿啊，谢谢大家观看，再见。